洛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什么情况啊？我不是来当女配的吗？所有人都说你单纯善良，可我认识的你狡猾机长，你为什么会有两副面孔？木南辰，你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要特别。洛青，你今天一定无法活着离开这里。不要再多横生枝节，剧情会越来越不受控。洛小姐，冷夜寒，你现在被人设吞没了所有，有什么力量在隐隐约约的强迫着我？只要你杀了我，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。即使再热闹，也不属于你。冷氏集团十年内都没有任何机会翻身。我们每个人来这个世界都有自己要完成的任务，谁也无法抵抗。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力量？我说过，我们只能是敌人。冷夜寒的冷夜寒，无论你用什么方法都救不了他。我冷夜寒从来不相信任何注定，可我们注定会相遇。